天罗七那三瓦的些尼给，天穹的些南给，见我如念给，特别娑罗达诺，那得米给，七别若多舍，清净的莲多切达给，娑罗耶娑耶罗耶罗我给为娑罗娘耶弥的。今天送到南面去过，给送马列这边去了。我到那南面，他别三千学三界，四界到了公所，大街咱别莫来入山的，给了我滚到上当的山当，跑跑前边来养鸡，看板的了跌倒，看见就算到路小点边，不知那么人钱。那么开心多跟来，吃不来学人的心多跟来，是我来学的我心多到多点不来学。天边心满，给天人不切，土天称赞，老孙给求学。天边宁波三万周边的当心电信开锁台前学，天边青岛七江桥坡，恰似给心电缆面不落学，天边下的给人轮播。落车热风在当电不落学，天边四季青岛酒店。从前电信也是没不来学，电来特别样别给看，地给电信不是是我来学，南来那边那时候当年讲，当时明年三百出不来学，他来三月来给这就让我那个他多给为几心学。朝南南面特别古的学呢，昆山高山前部，土不来学。当年给我他们见到娘面大伯哥姐的，还不来白天过了马背，起初更多没这学。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016766500016766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8660012001198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46佛不思议法品第33之一。现在我们讲佛不思议啊，讲佛不思议。以佛不思议为名，就是说我们心里想啊，思虑
达不到。言说必论达不到，这就是不可思议法，超过寻思，超过言语，有甚深微妙。讲的是佛的果德，讲佛自证的境界，自证境界啊，佛的自证境界甚深微妙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。这么经常讲一真法界，讲真如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解释佛所证得的果德，那一共有两种啊，总说有两种含义，一者是修成的，一种是本有的，但是修成的果缘性和修的相，性相不分。性啊，含着具足相分；相啊，具足性。本有的呢，性和相就区开了，区别开了。因为本具有，由用心修而显现，这叫如来藏了因佛性。在众生份上，本有的不显，没有修，那么在修的时候，修成了还是本有的，那个叫修成了无分别智，那个智慧契合本有的体。那么对我们来说，现在我们的本有的隐了，隐了，太阳隐了。修呢，我们还没修，或者是修也没有显现，没有显现。这要讲啊，讲佛的三身呢、三身四字五眼六通，怎么样成就的过程啊，是成的过程。就像以前有这么种句子吧，是三身四字体中圆，八节六通心地印。荣家大师正在更里头形容着，说三身四字在本体中的圆满成就了，这就是修成的。完了，记住了，八解脱、六通，从心地上而起的，心地上而起的，那叫显这个不思议的意，显不思议的，不思议的意，怎么样表现出来呢？既然不可思议嘛，又怎么显呢？在理上讲，微妙的佛证的国德的理，微妙难思难彻的。说佛经过无量一劫的修行，修行的事也非常广泛的。不是一生两生啊，无量生修行的功夫之深，成就了那果上的大用，超过情感，
不是人们用思想测度能得知道的，因此呢才成就不思议法。不思议法啊，那么何者叫不思议？怎么把不思议呀显现出来？就是这个不可思议，用世间的智慧是不能得知的，得用超世间的智慧才能表现出来。咱们经常说大悲，大悲，佛的大悲不同啊，超过一切菩萨啊，这种大悲呢，超越一切情。又表现到没有思虑，不是用心啊，没有思虑的能成就一些四法界，就是性、空、缘、起。那佛利益众生时候是现在人间，跟严法是相同的，也吃饭呢，也穿衣，也清净是，但是他本身是常清净的，再尘而不染，同样是常净，看着跟严法相同常净。佛所住的一切世界秘密的，微佛与佛乃能相知，是这样的秘密。佛堂的业用呢，所有入生的事业的所有的业用是广大的，业用是广大的。还有一种多少相即，多即是少，少即入多，多少相入，没有障碍的。这个时候在佛经过十地十一地的时候，一份一份的圆满，到究竟圆满，圆满自在。佛的正报跟佛说的果道，说一直的果道，一正无奈，一报跟正报是无障碍的，是融通的啊。就是融通呢，以一报能做一些佛法，做一些法事，就是无情世界能作为有情世界利益众生，一正无奈。咱不讲理法界、四法界，理是无奈法界，四是无奈法界，四法界这四个法界一位就是理是一位的，因此有这种种的原因而说的不思议。超过世间了，世间莫能得知，越过全小，越过全城的菩萨，小城的阿罗汉，超因位，所有修行的因位超越，而显得自己的法体圆明，就这样不思议。不思议。佛在修圆满的时候才知道，本具有的勿劳恳起，何假修正，说见闻觉知，所有那闻思修啊都不存在了，原来自己的境界发现。这是一种云何不思议。还有何容不思议，何容不思议有四种，令信，信住形象，这四个次第啊，这是上登地的时候次第啊。乃至于分证，就是一地一地的分证果位的。佛是从这样历经信相住行住，历经住行相而登十地分证法，圆满到此，一切多圆满了，
说叫不思议。那么这篇的不思议的名字以及这篇的来意，那诗的名字呢，这个叫如来的牲口一叶三叶，身也不思议，口也不思议，意也不思议，三叶都不思议了，名为佛不思议。佛不思议就都觉了，佛者觉了，都觉悟了，说心里所思念的所想的达不到，这叫不可思，思理思想的达不到，就不可思了。情识用言语，情识用言语表达，就是一道意，表达不出来，叫不可意，合起来叫不可思议。不思议，在前头菩萨的住处品乃至十定十通十隐住品啊，就说明了圆满佛果了，智慧德行全都圆满了，所以说不可思议。佛是一切诸法的说法主，佛是法主，而很多品啊菩萨来说，说法的菩萨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佛加持，佛的愿力使他不可思议。而此品呢，就是这不思议品呢，说亲莲花藏菩萨说，亲莲花藏菩萨说，说法者成就了十隐，前面讲十隐位，假佛的加持是这些大菩萨说法，前面说法呢是心自在王，后为心王，心王自在呢就是本自圆明，最根本自圆明清净，圆明清净。现在此品说法呢叫清莲花藏菩萨，加佛的神力加持，也是加达到清净无眼亲莲花，而加个藏，藏是呢根本的智慧，根本的智慧圆明，根本智慧圆明成就了差别字，差别字叫明藏，含藏无量的差别，就是清莲藏清莲花藏菩萨，明了根本的无差别字，根本字而升起的无差别字，体圆满相成就，体相用三者明，这是此品的大概的意思，大概的意思啊。知道这个了，这个学华严的时候啊，第一个你心静起来是不懂这个佛国的上的事儿，咱们来学，不是说我们一学就会，华严经一学不会，不会还学什么呢？种它一个种子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道友，有一部分道友读华严经，我大概算一年要读四部华严经，一年呢要念四次咱们现在所讲的不思议品，就是这一品的说，虽然你不能深入，
你的这个根呢、啊、越扎越深。送的时候呢，就像那个水土之运使得成长，使得成长啊。我们最初学佛法的时候，学这个觉悟的方法，我们是迷，把迷呀、啊、分成悟，把不觉又分成觉，接着在学呀、啊，这是学的过程啊。学完而思，你经过听到了，你要想一想啊，这叫思。从思的当中，思的当中啊，那叫起的观照的功夫，起观照的功夫，只要现在咱们要讲这个，讲地藏王菩萨大乘大记啊，他告诉我们，啊，说你必须得经过这个阶段，什么阶段呢？就是你。要想这个明心见性得入佛法，你得修观行，修观行，修觉观，觉观，那我上台讲了一下子，得从数，数数来起，数就是让你思维的时候。你这种经说随你学的法往这念念不忘的来关照他，观转境，说关照他，他就转化了，转化成清净了，往清净了。这六个字静随念，有时候静随止，就是静随念。完了就能转了，转清净了。用数字的数随念，完了就观念净，就清净了。经过你观照的功夫，它清净了，它就转化了，把你这个念头啊，观转你的思维。现在我们学华严经，你用这个方法就可以的。说我们听的好像都是一刻一刻的，一段一段的，这是数了。随你的念，心念，念念不舍。这方法很多的，等着讲那个我再跟大家讲啊。那个人你随便怎么用，不要因为这个很深，但这是我们本具的呀，我们把它发挥出来就行了。本具有的，所以不可思议。咱现在念正文啊，说这个不可思议啊，跟大家解释是不可思议。既然心里也不能想，口里不能说，还讲它做什么呢？对，因为有这么个文号一号啊，大家这样的观想就知道了。尔时大会中有诸菩萨作四念，这个大会中啊都是十一地以上的菩萨啊，大家知道都得到十定十通十引，他们的四念跟咱们的四念不一样了，问号也不一样了，明白？而是大会中，就是这个法会当中，有的菩萨就做这样想法，诸佛果度，一切佛果度的依报，云何不思议？诸佛的本愿，云何不思议？诸佛的总性，云何不思议？诸佛的出现，云何不思议？什么下台要讲出现品啊，那个不思议就到那品上详细讲。诸佛的身云，诸佛的身，云何不思议？
诸佛的音声云何不思议，诸佛的智慧云何不思议，诸佛的自在云何不思议，诸佛的无奈云何不思议，诸佛的解脱云何不思议。青莲帐含着就是这个意思，用此菩萨来说法就含着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些个与会的大菩萨所念的都叫不思议，十种啊，十种不思议。因为佛的果上的佛的果德大用，果德的大用超过情，超过一般的菩萨智，离名字相，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离言说怎么表达呢？并且多含义，一个字含无量义。因此所说的不思议，所以这个与会的菩萨都做入世相，想了解，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知道佛的神通，佛的神力，神力就是佛的实力啊，乃至佛的四无畏，佛的三昧，说这些个法，想这些大菩萨与会大菩萨想了解想明白，想了解想明白，这个我们这个两个道友画个表，这个表我大概念一念啊，一个是果德，一个是如来经啊，包括这本愿、总性、出现、五佛法身、六音声、七智慧，智慧里头包括佛地、十八智慧、十九最胜、三神力、八自在，那这个表嘛，以后大家看看，这表要讲起来时间很长，大家看看对照这个表好了啊。尔时世尊执着菩萨心之所念，则以神力加持，智慧摄受，光明照耀，威势充满，令青莲华藏菩萨诸佛无畏，入法入佛法界，怀佛闻德，神通自在，得佛无奈，广大观察，直接佛总性的此地，诸不可说佛法方便，尔时呢，就在这些个菩萨念的时候，心念的时候，那么佛就知道了，知道众生心之所思念，佛的他心智慧啊，了解到这些个大菩萨他们有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想要知道佛的这些个神力，就这个问题，佛并没有说，佛用佛的神力加持，智慧的摄受，光明的照耀，威势充满，威势充满呢，就是以此让青莲火藏具足福德，
记住佛的无畏，说法的无畏，有畏不能说。加入清莲华藏的第一个，令千花藏菩萨得佛的无畏，令千花藏菩萨入佛法界，令千花藏菩萨怀得佛的威德，怀得神通自在，得佛的无奈智，就是无奈变啊。广大观察，广大观察就在会的法众都是十一地以上的菩萨了，观察这些个根基，这些佛的种性次第，智性啊，智慧无差别智，自相啊，世事当中呢无差别智，佛种性就是佛的种子，这个性啊也等于佛的种子，佛的种子所生出来的都是佛果。什么种结什么果，是佛种所结的佛果。诸不可说佛法方便，这就是本来不思议，无言说无思议，但是用方便呢，善巧方便，这叫善巧方便得，善巧方便得，加倍清莲花藏菩萨。那么佛的力量加倍清莲花藏菩萨了呢？清莲花藏菩萨就能演说，演说什么呢？佛不思议。尔时清莲花藏菩萨才能通达了无奈法界。无奈法界就是不但是法界无奈，说心法界无奈啊，得了无奈法界智了，他就能够难住离障身形，离障身形，一个是自分，一个是利他，两个都需要离罪因障碍。这时候成就了普贤的大愿，成满了普贤的大愿，才能直接一些佛法。知个见，这个知见呢是照，不是像眼睛看见什么，只是心知，心是根本字而知，见呢是差别字，不同的了，既然了着佛的根本字，也了解佛的行力众生的差别字。因为既有根本也有差别，既根本也有方界方便三角，以大悲心观察众生，欲令清净，这个是欲令使一切众生皆清净。这谁观察呢？清莲花藏菩萨，他得到佛的加持力了。他能见着一些佛法，以他大悲心观察众生。观察的意思啊，就是了知众生的基，了知众生的根基。这个众生啊，是来会的那些大菩萨，心念那些大菩萨，不是一般的咱们这些众生啊。在欲令清净，大悲心观察众生，让他心清净。精进修习，无有厌怠，受行一切诸菩萨法，于念中出生佛字，
结了一切，无尽之门，总持辩才。继续记住，这是菩萨利益众生的自奋，他自己先得记住这些个，才能利益别人。总持辩才，继续记住，受持一切佛在菩萨法呀，把一切利益众生的方法都能在一念中出生。出生呢，不是一般的智慧，是佛的智慧。这个时候知一切法，了一切法的意，就是总持啊，总之就是三昧啊，得这个三昧，辩才解析记住，成佛神力，告莲花障严，成佛神力，告莲花障菩萨严，告诉他说，没有佛的心，没有佛的德，不能够与此会中说法，就是给那些大众说，必须得有佛心，记住佛德，这才是能说最胜之法，之法。那么，此一个问答当中，含着有很多含义啊，很多含义。这一共佛德无量，但是说32门总量。32门，每一门有具足十德，32就变成320德。这320德并不圆满啊，显佛德无尽，所有其他的来做别门所问答。现在这32门依次答这些菩萨所问，32门嘛，就是具足答前头那十问，每一门都含着答的有十种意，一门有十意，显佛德无量，一具足一切，就能包含的意思。答的时候呢，先答过度，答的一棒，念念出生，每一念出生二门，就是答那个本愿所问的，在不思议境界下都答这个总性问，普入下答出现问，离过清净五门，演说门答音声问，一下问的有种种啊，这前头先提前说的啊，最胜三门答智慧问，我举这个是以下的啊，以下的。第八自在，有八门就答自在的问，决定下三门答无奈问，一切自主下，一切自主下也有三门，门虽多，文字有三。
这一段说，我向来所说的就是，以下答住菩萨问的问题的答的方法，答的方法。佛子，住世尊有无量住。住世尊是一切佛啊，不单指哪一尊佛。住佛世尊，一切佛，住呢是无量，无量。先达的一报，要达佛的果度，佛的果度就是佛的住所了。每个佛都有佛的果座住所。但是总说来，无量住总说常住大悲，大悲一句是总，因为大悲要利益众生，众生有种种身，那佛就现住在种种身，以种种身做佛事。这个说菩萨的法报化三身，这个华严说四身啊，华严说四身呢，就是化应报法，就法报应化四身，每一身又现种种身，度众生啊，做佛事，这佛的深业了。这前头用三门答，就是说的法报化三身答的。其实不聊三身，就是无量身，但是无量身即是一身，化身无量嘛。应身是度菩萨的，报身是自己享受的。就是身住平等意转净法轮。佛的众生没有差别的，没有意念的，没有别的思想，平等的意念平等，都要一切众生都能成佛。诸事辩才说无量法，此亦要说一理，对，是无量辩。诸不思议一切佛法，这深了是根本的，这佛不思议品嘛，说的不思议的佛法，就是佛的根本，成佛的法，这是不可言说的。住清净音，语言清净，众生闻者欢喜，闻者欢喜。但是若佛说戒律，说戒律也说杀道音，这语言是不清净的，杀道音是不清净的。住清净音，把这些个音都变成清净的法音，这个非常难，很难啊！这不是这个凡小啊，全程菩萨所能住得到的。不是，清净音是佛的音声，能够遍达一切果度，有缘者得知。咱们现在闻佛清净音，闻到了吗？大风广佛幻境，你学的佛清净音，佛没注释，法注释，法注释就佛的法身，法身的音叫清净音，骗一处有缘能闻呢，无缘没有。那咱们都说有缘的，不论果界，不论世界，
阿弥陀佛的音声，咱闻到了阿弥陀经，佛说阿弥陀的音声啊，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的音声，极乐世界的很多众生说不世界去的，他也闻到了佛的此度说法，极乐世界一切有缘众生都能闻到，就以这个含义啊，说骗无量土，说四辩才也是以这个含义骗无量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住的是不可说的甚深法界，不可说的甚深法界，住现在最盛的神通，那什么？这不是凡小啊，一些菩萨所能知道的，住能开示没有障碍的究竟法，这是常住法门，常住法门，十个，诸佛祖师住无量住，常住大悲，以下就说法。有八种座啊，这是凡说诸佛利益众生必有所依，所依就是所座，依什么？依法。住什么？住在法门，法门即是住，依法即是住，没有国土的限制，骗住法界，没有方所，没有什么上下东西南北，一切都没有，就是皆成住处。众生起的感，佛起的应，起的感应之心，不分种性。神呢是言法之神，前头那些菩萨意念，佛以什么神、什么意、什么住，就是法身，言法之神，答那些个菩萨，一个总性的问，一个深的问，转法轮的意念，就是佛最初每佛最初的本愿。不论他发什么愿，那愿是平等的，叫利益众生，佛佛道同，都入世。转法轮的大愿意业平等的，身平等意平等，能转的辩才，转法轮的言说，就是辩才。佛就这个音声，打前头菩萨的音声问，什么？音声出的辩才无奈，所转的法，那也菩萨所依呢？不怎么说法，怎么转法啊？自在不思议，那得在缘上去解啊，因为佛的音声。佛的音声都骗你，骗于去果道，有果道就有佛的音声在，这音周骗，身周骗，音周骗，都是自在无奈的所显的理，理理啊，理是道理啊，所显的理，这理是什么呢？理体啊，理是体，理的体什么？智慧，智慧所显的理，达一切众生是智慧，智慧住一切法界，住在法界上，能化的一些众生，被教化的时候叫通，通就是神通，神通无奈，这祝福的神通，
严法立仪，演说法一定得到收获，收获就是利益。佛的无奈没有障碍，佛的出现没有障碍，佛的说法没有障碍。他前头那些菩萨所问的，就是三十二种没有分别说，现在六位这么说，总的是普遍无障碍，住六相说总别同意成坏，所答的之中的含义，包括法界的之内的所有的总别同坏，同意成坏，六相啊，都是自在的，叫因陀罗门。所有佛的果德是由因成的，这叫因陀罗内门，就是佛不思议法。什么思想？说三十二问，就因陀罗王那样子一样的。互相摄入，互相成功，以十成嘛，就320万了，就答这个十问，就是此320种因陀罗门的景象。这叫佛的无尽无尽，不可思议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。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弘法行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受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周老师的蔬食厨房，敬邀大家同来料理蔬食，上供诸佛，请线上填写表单报名，或是电话洽询03958-0286 03958-0286。日期5月17日星期三10点到15点，地点佛教慈悲置业东山吉祥书坊，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2段478号。庆祝佛诞节，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浴佛祈福暨恭诵金刚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5月26日星期五，时间上午9点浴佛祈福暨佛前大供，下午1点半恭诵金刚经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联络电话03989-931903989-9319。法会备有寿桃、面线和甘露水与众结缘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
你出生那天，死亡便开始接近。听闻的人们啊，切记，没有任何时间是可以挥霍浪费的。婴儿的诞生乃天下一大乐事，然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婴儿逐步迈向死亡的过程。在他的一生当中，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方向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让他免于一死。俗话说，太阳渐行渐远，西山之阴影则渐行渐近。生命越是开展，死亡越是逼近。当婴儿成长为青少年，他仍然认为自己来日方长，这真是大错特错。不断地把事情延后再做，是愚蠢无知的。死亡可以在任何时刻降临，每一次呼吸就更加趋近死亡一步。如同一只被领进屠宰场的动物，每走一步就离死亡越近。今生只有一次，来生则无可计数，切勿牺牲无数的来世来追求今生虚幻的安乐。如果我们日复一日地忽视佛法的修持，在死亡的时刻，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